枷锁，原来千丝万缕不过是枷锁。我想要变成赶走寂寞的人。
哎，雨辰啊，跟你打球打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啊？你才是吧，每次出来都被奕勋垫后。没办法啊，叫奕勋，他可是憨了3年的憨哥呢。是说奕勋啊，算也给你算了3年，怎么就没有看到你有红线出现呢？哎呦，你就不要再亏我了啦，这种事情本来是讲缘分，不能强求的，就是一自然就好啦。哎，不然你觉得乔林他怎样？啊？我看他好像喜欢你蛮久的。什么东西？要不在毕业前冲一发？啊？反正不久之后你就会知道了。把球给我。再见了。刚刚欧阳是怎么回事啊？感觉还是一个不正经样哎。哦，我是不知道啦。不过我们大家都认识这么久了，搞不好早就情丝蔓延，也说不定啊。我要赶车，先走，拜拜。乔林，这么说来，他之前一直约我出去。啊，应该不会啦。嗯，我只有震动。啊，再过1小时37分钟就要跟平一起出去了，我得要回去洗澡才行。哎，要是我能顺便买一个他最喜欢的大公路巧克力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Yes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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啦，那个就刚刚好买而已啦。嗯，马上就要毕业啦，你有想过未来会是什么样子的吗？不知道哎，不过想到马上就要跟大家分开，我就觉得……那你有想过，也许我……喂。奕勋啊，嗯，我是乔林啊，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哎。是什么事呢？你说吧。就，很快，我们就要毕业了，然后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去哦。然后呢？我。木头，我喜欢你。Yes y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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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
没想到有一天这种烂借口也会发生在我身上。算了，我跟所有女生在你眼里都只是好朋友吧。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，而且我心里很清楚我喜欢的是谁。我喜欢的是薛品宜。关系会一直受影响。可是你怎么可以骗乔琳呢？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啊。这么说是为了让他死心。先前我一直无法下定决心，造成伤害。来人！我不会再这样说下去了。来人！而且，哦，那我对我一点感觉也没有吗？我不知道，是徐福哥。乔林这么喜欢你，跟你在一起，他会很难过的。不要吃人家豆腐。而且，我还没准备好。马上就要毕业了，我不想这样错过你，相信我。临时有事，他哪轮到你去曼谷耍了？
叫你躺平啊！你还敢说？又是我大发慈悲，就这张机票8000块就飞了。哥，你要多带一点纪念品回来哦，小心不要变成姐姐回来哦。新闻：北航航空飞往曼谷的1331班机因不明原因坠落山区，目前搜救队尚未寻获任何生还者，详细情况将稍后为您转播。于袭人，
国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跟你见过面了吧？好巧哦！我真的没想到你是我老板的老同学。没想到再次见面，竟然是我开在咖啡店里面。哎，那为什么欧阳跟乔林会一起出现呢、啊？欧阳他啊，他现在可是我 Star 公司小歌手。哎，雨辰，哇，这么久不见，还是要帅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就是你不用太在意某些人、某些事，太在意啊，就叫人伤心罢了。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哎，好了，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吵架嘛。这小妹妹，你又懂什么？这些都是你哥教我的，哼。好厉害，我变成自豪。大家不要误会他，他应该是从前被玉勋拒绝，到现在还咽不下这口气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雨辰。哇，十年不见，哇，怎么变这么少？见到老同学，怎么还这么冷淡啊？好吗？搞什么啊？杨律师，十年前你那么狠心的拒绝我，你以为十年后我还在为你伤心难过吗？哼，都要说谢谢你，再也不是十年前那个容易受伤的小女孩了。真爱这种东西啊，根本就不存在啊。再见，他就不会再回来了。
道，这些我都知道，只不过每当陪伴着平，看到他刻意坚强的笑容，我就觉得好难受，甚至不禁开始怀疑我对他。怀疑？其实你应该很清楚自己对他的感情，只是不敢承认而已吧。可是我怎么有资格？少了你，我的世界变得好空，好空。喂，医生，是你吗？是我。你就不要再难过了。看你这么憔悴，我怎么舍得离开呢？就放下你手中的线，让风筝往天堂自由地飞去吧。亲爱的，放开我！我真的好想你，放开我！好想你，求求你不要走，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婷婷，虽然我们不能在一起了，但你要记得，至少我们共度了一段幸福的时光。而现在就算没有我，你也要过得很快乐。而我也托付了一个人继续陪在你身边。逸勋他只是把这个责任托付在你身上，如果你真的想要弥补，就用心去守护他吧。你不要再消沉下去了啦，你知道大家都很怀念那个活泼开朗爱抖脚的雨辰啊。谢谢你吉人，身边的人一直在改变，就连我自己也是。如果没有你，我还真不知道还可以相信谁。逸翔好帅。哎，恩妮，这么晚了你怎么还在这？你不知道啦，这些都是经理丢给我要我弄的啦。拜拜啦。是说超屁话，还是给我帮我看一下他这周末什么时候空好不好？其实他都有空，反正事情都是我在做啊。对啊，你们知道干嘛？哦，你不知道哦。告诉你 ，music。小明姐。小明姐。李正。music。好厉害啊 ！music。想要低调全然，如果有梦中的不平凡，拎着拎着说妹妹不够看，我心意走了所有目光，妹妹全忘我的身长跳，人生就是这么的吊。如果想要做够不喧嚣，请你慢慢排队慢慢的发财。7, 7, 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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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
想是不愿意，任随我吧。如果我想要，今天晚上就把你带回家。如果你都没力，今晚我找你跟你 party、yeah。我是 king， 才帅气你早已被我吸引，洋溢了情迷，无法想清楚到怀疑，想要惊喜，今晚让我独自给你 happy。我能从晚上午夜让你嗨到隔夜清晨，如果你 go down， 就一起来 now，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两手举起来，有时候想要低调却很难。我有梦中的不平凡，你的泪叫做美丽不够看，我是你走的所有目光，妹妹却忘我的是很好，人帅就是这么的嗲，是我想要和我动作更像，请你慢慢排队，慢慢。马哥晚上好。Andy 帅，哇，太好了。Andy 不要说了，义翔加油。
样？我已经跟他们联络了。结果呢？结果他们还没有给我明确答复，他们的老板好像出差去了。出差？你是不会打通电话，寄封 email 去确认一下吗？请你息怒息怒。你这个我很烦哎！我拜托你不要出去找事情做好不好？你要不要去瞧我吗？我餐厅预约吗？我美妆美容美发美甲是全弄好了吗？是是是是，可是经理都这么晚了，要不要先帮你叫辆计程车？算了，我再找人来载我好了。你还在这里做什么？快点滚！是是是。袭人，你记不记得我之前一直跟你抱怨我老板有多严厉，脾气有多暴躁？哦，我知道，我记得他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他很凶是没错，但他其实非常聪明，很有主见，而且很有上进心。可是我真的很讨厌他看待感情的方式，好像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都只是被利用罢了，就好像牙线，用过就丢。牙线，但是这也不能怪他啊。我跟你说过我们毕业前发生的事吧。那你后来有后悔过当初鼓励他去告白吗？为什么要后悔呢？虽然有些事情的结果不是你想要的，但是心里的话当下没有说出口，你就永远不会知道结果是什么，只会留下遗憾呢。是这样，心里的话，Andy 公司很多事要忙啊，是怎样？吃醋了？总是要给自己点空间嘛，为什么不把时间留给你跟我呢？很烦哎，是不是说这些？我现在都跟你出来吗？这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哥这么帅，又这么风趣，是不是要好好把握眼前这位帅哥啊？经理，你的电话。喂，哦，是 Brian 啊。好，那一样九点半，老地方见喽。雷丹。Brian 是谁？就只把你当好朋友，一个很重要的朋友。你什么你啊？像我这么有魅力的女人，我会是好朋友，也是很正常的。况且啊，他们也都是心甘情愿的啊。心甘情愿，你到底懂不懂啊？你这样把男人操控在你手中，你真的快乐吗？什么？我说，这样你真的快乐吗？每次只要遇到不顺的事，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哪一次不是他陪着你，他照顾你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就跟死心塌地爱上他吗？我告诉你。这世上没有所谓真爱，怪不得什么事情交给你，都只会搞砸，全到极致。那我又算什么？一个奴隶，一个绕着你打转的小狗吗？哎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欧阳浩，你醒醒吧！使出浑身解数讨好他，而你却不知道
他也只不过把你当傀儡操控罢了。我看你啊，就别再浪费时间了吧。Andy， 那又怎样？我就是在利用他，我就是喜欢这种被拥护的感觉。我真心不是你能掌握的，也不是任何人拥有的。你们全都被我耍了，你们全都被我玩弄了。欧阳浩，伤心了吗？你也只是玩玩罢了，别再说了。你根本什么都不懂。追他！才没有。追上去！就这么说。原来，你自以为能手中抛出了掉一些，反倒变成你操控着我的傀儡师。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，我已经牢牢的被困住了。真相虽然残酷而且无情，也许逃过那虚假的幻影，我的心事蒸发成云，在下沉雨却已无法淋湿。谢我不可以，如今你的眼睛，所以才能拥抱你的背影。有再多的遗憾，用来牢牢记住不真实的所有美丽。我不可以拥抱你的背影，所以才能变成你的背影，躲在安静角落。如果你回头啊，不用在意。加毛现场，就为了找到最美丽的线，对吗？平英，这些话我都可以倒背如流了。我们难道不能换个话题吗？聊聊你，聊聊我，或者谁都好吗？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。平英，我知道你心里还有逸勋，可是。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，像这样整天把逸勋挂在嘴边，你什么时候才看得到我啊？我看，我
根本就只是杨逸勋的影子吧。莫雨辰，你在说什么？你不要太过分哦。当初要不是我哥代替你出国，现在哪轮得到你来陪他啊？等一下，你还说什么？什么代替？你不知道吗？那时的那个位置，其实原本根本就不是我哥的，只是……一涵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啦。我，英勋，莹，对不起，我……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我原本以为你会是我最后的归宿。我不是刻意要隐瞒你，我只是害怕你在受伤。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，是我只要一想起他，我就发现这个包袱真的好重，好重。无法面对，或许你我都会互相怪罪，不是不挣扎的，不想念了，多少年了。挽不回丝丝的痛心，朦胧中路
醉不曾梦醒。这世界上每段关系就如同缕缕的丝线，没有人能看清自己是被怎么样的线拉扯着、牵引着、束缚着。每个人都想找到传说中的红线，但在错综复杂的情网里，千丝万缕都不过只是枷锁。的身边，情绪时又悠然不安。